其实刚刚的步骤就是一，你可以有一个黑名单，先把它选起来，然后再用康乙福黑名单去比对一下。那如果是一的话，那就把它可以就是列在那个结果里面。那我后面的话就是写了两段主要的程式，一段是用康乙福去比对。那这个康乙福去比对，就是说我把那个 Excel 的公式放在 VBA 里面，让它跑出一个结果。跑出一个结果之后，如果那个结果它是可能大于等于零大于等于一的话，大于等于对，大于一的话，可能有两次以上的话，那就帮我把那个结果放到我第三个工作表里面。好，这个是第一个哈。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如果用字串比对会加快速，差别在哪里？这边有个画面呢，我用这个函数的部分大概花了5点多秒，然后呢，如果用那个字串比对的话，不到1秒哦，所以这边是多了一个，就是如何加快那个速度啊，但是这个可能是比较高阶的啦，我在想说，因为至少你要先懂了所以这个给各位参考然后最后是友善的，这个也是额外的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程式嘛，用函数部分，所以你可以把这一段第一段Ctrl C，那我直接把它放在我们的 Excel，所以这个范例档里面一样是开发人员里面打开来，那理论上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模组嘛按右键插入模组所以应该熟悉了啦以后的话就这样用，然后呢再来把刚刚的程式贴上，那或者如果你要重新做的话，你就是插入程序那我们来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先跟各位解说一下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因为这个按钮是对应到查询结果的，所以它会有一二三三个工作表，所以我将来在抓资料的时候呢，必须要多加一个什么，就是哪一个工作表，哪一个工作表。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把这个第三个工作表里面的 A 栏里面的资料全部清空的话，我可以这样叙述，续着三点，这边又多一个物件，不过也很好理解啦，它叫 colon 加 s，colon 是指什么？指的是栏，哪一栏？第一栏，里面的资料怎么样？帮我清空，清空的话就是什么？点 clear contents，其实好像点下去你也可以自己打点 clear contents，它有时候会提示它会把你的这个地方其实点下来，如果你不没有刮胡一，好像有时候会提示那里面的话，你就给它点 clear contents，clear 加一个 contents，意思就是说帮我把这一行这个 A 栏给删掉。所以我停在这边清空一下，清空了有没有这一行叙述？所以以后如果你哪一栏要里面的资料清空的话，那你就把这一行拿去参考就可以了第二的话呢，我要比对什么？比对 for i 等于因为我要比，这个应该是需要在这一个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第一个工作表里面做什么呢？续着一从头到尾了，一样是最下面，因为我不知道列数了，所以让它自动去侦测，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做什么事情呢？在那个第一个工作表的 B 栏里面，帮我把什么呢？刚刚的公式有没有？就是这个公式，把它复制贴到哪里呢？这个公式有没有贴到这个地方来？但是呢，它的 A2 有没有2的部分必须改成什么？改成 i，所以改的方式刚刚讲过，双引号，双引号，and 然后中间加一个 i，然后这个串接符号前后记得要加空白。所以做出来就是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喽，有没有？只要你不做错了，就 OK 了。所以这个原理原则你记下来以后你要动态的在 VBA 自动帮你塞公式在某个储存格的做法都一模一样没有太特殊然后呢，我们就让它跑出结果来，对不对？把这个公式我就动态的丢给它它如果结果
所以呢，如果里面的结果一负，它里面的结果哈，如果是大于等于一的话，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在黑名单里面有被出现。所以呢，我就做什么事呢？把这一个查询结果里面的同一个有没有在这个？这个是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 A 栏，把这一个有没有抠到哪一个呢？抠到第三个的哪个位置？因为我这边有一个 K 栏哈，这个 K 是指的是查询结果的哪一个位置啊？因为我从第一列开始啦，好，所以哎，这个好像跟前面都一样的逻辑啦，所以我写来写去都差不多啦，反正就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呢 ，K 再把它加一，为什么 K 要加一呢？因为再换下一笔，下一笔，下一笔。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跑的话，那我把那个中等点拿掉，就它就会自己怎么样，从头到尾帮我跑完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话，直接跑，你会发现哦，哒哒哒哒哒哒，有没有？它就会有就抠过来，有没有？好 ，OK。但是大概又花的时间会比较久，大概五秒多了哦，因为每一个地方的电脑不太一样。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在这边按右键指定聚集。再把这个跟我们的聚集连在一起，那你会发现哦，如果你把它清空了，假设是清空，将来按下去，它就会自动开始了。哦，其实好像不需要把它清空，它的第一行就是清空了哦。可是这个的缺点是怎么样？它的时间会比较久，大概五秒多了。不过其实理论上哈，这样已经比人工处理要快太多了。好，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样已经 OK 的话，那后面的就仅供参考就好了。如果你想要再更上一层楼的话，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如果用字串比对的话，不过后面这两个都锦上添花了，最重要是把结果做出来。那怎么样做字串比对会更快？好，啊，这边我好像没贴上去，我们再来看哈。那一样在云端白板上面，这边会有一个这一段，好，所以把这一段程式用字串比对，啊，其实字串比对哈，跟刚刚的做法其实没有差，基本上面的东西都是雷同的，差别在哪里哈？各位可以看，这个是一样的，清空嘛哈，所以中断点先放在这边，把它执行一下，停在这一边哦，一样把资料清空。清空之后呢，其实呢我做什么？这边有个注解，将所有的黑名单串成一个字串，什么意思呢？因为哈，你要比对的话是一个，如果一个一个慢慢比的话，这个的效率会非常的差，所以呢，我干脆怎么样，把这从头到尾把它串成一个字串哦，全部接在一起，然后比的话呢，就只要怎么样，这个跟这个比，如果有，那就是表示是黑名单了嘛，好，所以多一个观念啊，这个是我后来想出来的，只是说让效率更快啊。怎么样把所有的黑名单这边串在一起？那当然这个地方我可以 我这边用追哈 ，for 追列，这个指的是第几列？追是列哈，二到第二个工作表的最下面一列，我不知道几个了，好像20000多笔。然后呢，用串接 S 哦，这边 S 指的就是一个串接的变数。这个字串变数就是一直串、哦，那怎么串呢？ S 等于 S and 的叙述，就是先把一个拿过来，再串第二个，再串第三个，全部串在一起，好，这个地方就全部串在一起。再来 K 等于 1，K 等于1指的就是将来，那个查询的位置，就是要放在那个查询结果的第几列。那接下来就做什么？ For I 就是切到那个查询名单里面，这个 I 的话指的是第几，一样先抓到那个哈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第一个，然后比怎么比哦，特别注意关键在这里，我这边用了一个函数，如果你将来呢要在 VBA 里面去做全文检索的话，特别注意哦，所谓的全文检索嘛，就是关键字检索，你可以用这个叫 INST 啊 INST 的这个函数，它主要用途是说某一个字串在一个很长的字串，比如说一个文章里面有没有出现，如果有出现，它就会告诉你它的位置在哪一个位置，就是说这篇文章的第几个字开始，好，它会告诉你位置，那你就可以怎么样再做后续处理。那我们其实只要怎样
欸，我这边是写，就是说，如果找到的话，他会 return， 他会告诉我位置啊。理论上那个位置哈，在 if 的叙述里面就等于是 true 啦，就等于是找到了 ，true 找到了哦。如果找到的话呢，一样把这个有没有把那个查询名单抠到第一个工作表，抠到第三个工作表的什么位置呢？一样是 K 的位置，所以 K 是从第一列，好，然后跑，哎，跑完了。这样 就完成，所以基本上跟前面最大的不一样，大概就是这里，就是将所有的黑名单串在一起的这个叙述。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比对哦，就是全文检索的比对 ，INSTR， 然后就是什么，把这个 S 就是我们那个文章哈，比如说你将来要在某一个文章里面找到有没有什么关键字，那你就会 INSTR， 哎，这个以前做全文检索还蛮常用到的哈。好，那我们来跑跑看好了，这边设个中断点，要把它全部跑完，查询结果哈，这个地方让它全部跑完。好，那跑出来之后的话，就会把这边列出来，那理论上它的效率上面哈会比刚刚快很多。OK， 再一次啊。反而比较慢哦，奇怪，这应该是有问题哦。OK， 再看一下好了，这是不是哪个地方有 bug 还怎么样？啊，理论上我 test 过是比较快，但是为什么这边比较慢哦？这可以再看一下哦。这个地方的话是利用查询字串的方式来做比对哦。来，画面再还给杜宇霄试一下。那这个刚刚的部分哦，就可能是字串串接时间好像。是不是因为我串的比较多哈，所以这边跑起来现在就还正常。那我是有把它中间断掉了，因为可能是串接效率上面小量资料好像会比较快，但是大量资料反而慢。好，这个我想给各位参考。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多一个那个进度，这个进度部分的话哈，就是我这边多一个那个我们云端上面就这个，好，多了一个，但是你要先。把这一段哈，这一段程式嘛，那也就是你先要做一个表单，这个表单的名称叫 home， 好，这个表单的名称叫 home， 然后呢，我就直接让它什么做一个 home 点 show， 这个 home 点 show 哈，当这个表单启动的时候，顺便去执行什么比对的动作，并且会跳出什么，跳出一个就是进度列，那我这边有一个，把它贴到。一个 home 点 show 哈，那会有一个查询黑名单表单，把它秀出来，好，把它秀出来。那我一样把这边指定聚集哈，找到那个这个黑查询黑名单这个表单，当我按下它的时候，它一样会去比对，但是会多一个东西，目前进度，它会让你知道说你到底进度到哪里，跑到2000啊不，跑到200之后，等于是全部跑完了。它就关闭了，好，这感觉是比较 OK 的。主要的目的是让使用者，比较知道哈进度到，尤其是你那个所谓大数据嘛，那大数据相对就是要等的时间有的时候比较久了。那如果你没有一些让使用者知道进度的这些相关的东西的话，可能哈会感觉好像不够专业啦。不过这个已经是又锦上添花的东西。那我大概讲一下。如何做？首先第一个多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表单。这个表单原来是不存在的，我把它移掉了，我重新再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第一个按右键，插入一个什么？制定表单。那这个表单当然不是说只能做刚刚的这个进度列，你还可以做跟使用者之间互动的一个视窗。好，一个 UI 界面，那我们这边的话制定一个表单，接下来的话呢，先处理这个表单，第一个把它会拉成那个长条状好了，就类似像这样，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名称，这个上面的名称name 的部分请你把它改成 home， 因为我等一下要叫它显示出来 home 点 show， 它就秀出来对不对，
然后呢，它的 caption 这边有个属性，好，那因为我刚刚好像已经有个 home 了，我把它改 home 二好，因为刚刚那个名称已经有存在 home 二好哈。好，那再来 caption， caption 的话呢，就是这个左上角的名称，那我给它一个叫目前进度，目前进度哦。OK，Enter 一下，好，这样就第一阶段它的外壳就 OK 了，就它的表单。第二个就是说呢，你点击它之后，点它一下哦，这边有控制项，这边有个标签，这个标签点击之后拉一下，哎 ，OK， 好，拉到这么大。那它的预设名称叫做 Label One， 那我把它改一下名称了，因为我把它改成叫 PB 好了 ，PB 就Progress Bar。OK， 那简称 PB 好了。OK，Enter。那这样子名称呢，你要对应得到就 OK 了。第二个，它的颜色被 Color， 把它改成红色的。一二哈，啊三 Caption 上面有 Label One， 把它 Delete 掉，因为我不要那个 Label One。好，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把它的宽度改为200。你想说老师为什么一定要200？因为200比较好算啊，容易整除啦。好、哦、啊，那如果你用刚刚的这个宽度也 OK， 只是说你要再换算比较麻烦，也比较不好记啦、哦、那因为我是偷懒一下用200，然后这边宽度也跟它调整200，好、哦，这样比较好算。好，完成我们的设计了。完成之后呢，接下来、哦、请你把那个这一个，拉酷拉一点点好了、哦、然后旁边这边有灰色的地带，点它两下，它会出现。当这个表单怎么样被 activate 的时候，这个叫事件。当表单被启动的时候，这个有点像事件程序，就是当我 home 点秀嘛，啊 home 点秀表单就启动了嘛。那启动的话，顺便会触发我的程式。那这个程式部分哈，因为云端上有了，所以我就直接拿来用。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直接把这一段程式码，好。Ctrl+C 直接就贴到哪里呢？贴到这边，贴上。好，那一样啦，就是当表单被启动的时候，那我就做什么事呢？做这个 PB 的 WISE 等于零，什么意思 ？PB 就是刚刚那个 label， 零看不到，因为它红色的嘛。啊，零的话什么都没有。那当什么时候呢会被看到？啊，这个 max 是最大值。最大值就是说呢，这个要查询的名单总共有几个？那count就是说哈、哦，用200它的宽度除以总共，那、啊、我每跑一个，我就让它多增加宽度，多增加宽度，好，用这种技应该能理解吧？我在的这种方式哦，然后呢把它清空，这个等于是跟刚刚一样。再来的话呢，一样我这边是用那个丢公式的方式。然后我最重要的是这一行 ,pb 点 wise 等于什么呢 ?i 减一乘上 count,count 就是我跑多少跑多少跑多少，有没有，它会一直增加。啊，记得这边还有个 me,me 指的就是 user phone, 啊，那 VBA 里面有这个叙述 ,me 的话呢指的就是这个表单点 repen, 就是重新画一下，因为、哦、如果你不增加这一行的话，它会跑到最后才重新画、啊、那根本没有意义啊，所以跑一下画一下跑一下画，所以、哦、你将来直接执行的话，各位可以看到跑一下，哎、哦、对没错 home to、哦、因为我删掉、哦、它里面这个也是应该算是它一个 bug 了，它会把那个旧的记下来、哦、好有没有 home to 就出现了，它就一直跑，有没有，那跑完之后呢，后面有一个叙述，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这边有一行哦，这边应该是 home to 点 show 才，home to 点 high 才对了，一样的哈、哦，所以改一下啦。主要的原因是它那个里面的那个名称还是记录啊，我这边那 home to 点 show 哈、哦，点 high show 就是显示出来 ，high 的话就关闭了。所以到最后呢，跑完了，那你的任务结束了，它就关掉了。OK 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提供给各位参考。所以最后我们跑出来的话，类似有这样的效果。那这个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上面？太多了嘛，反正你大数据、哦、需要等待的话，
可以让使用者，那像是比如说从网络上抓资料，那资料量非常多的时候怎么办？你也可以做一个这个东西，让他先等一下啊，至少呢他也比较知道说哦现在进度到哪里哦，否则的话呢他都很喜欢乱按，按到当掉为止。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那这个是有关那个查询黑名单的这个部分哦。